需要两个栏位的话，那第一步的话哦，当然我们就是可以什么，再拿这个哈来做切割。那怎么切割特别重要？因为你输出的话，你会发现每一个中间其实都有逗点。那也就是说，我需要把这个逗点把它切开来。所以特别重要，切开来，我们前面有用到一个方法叫 split。split 切割之后的话，它会把这个资料怎么样放在一个串列里面，所以 split。放到前面就是一个串列，那串列的话它有编号嘛？如果我要取的是第二个的话，它编号是一，手机的话是四，第五个了哈，因为它零开始。哎，所以哦，特别注意啊，怎么做切割哦？第一步的话，我们前面有讲过，哎，print 之前哦，我先怎么样？再加一个 list 二好了，前面 list 一了啊，这个 list 二等于什么？等于我这个 print 出来的东西。把它切割，所以后面加一个点什么？点 split，split，刮胡里面的话呢，你放个逗点，意思是说，哎，帮我切割开来哦，然后东西的话就帮我放在那个 list 二里面，哎，那切开来之后的话，我就 print 了。当然你 print 的话哦，哎，我只要 print 切割完的东西的话，我就把这个切割完的东西哦。哎，把它怎么样？如果我要取里面的其中的几个栏位的话，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？所以特别重要，print，因为切割完之后，我只要取它的第几栏呢？我如果姓名的话是在第二个栏位，所以编号是一。OK，好，然后呢还有什么呢？我要串接，中间放个逗点，好了。还有那个姓名嘛？啊，手机的话呢，因为它在第五个栏位，所以我们后面应该给多少？给四，对吧？所以一嘛跟四，啊，特别重要。所以哦，这边它切完之后哦，切的东西会放在这边 list 二，然后我再取一跟四中间串一个逗点。OK，好，那我们把它 print 的结果看一下，这样应该 OK 哦。因为理论上它本来前面也是自串。后面也是自串，所以它串一个逗点应该 OK。那把执行给各位看一下，哎，有没有发现姓名就出现了，手机就出现了，有没有？啊，当然，如果说你还要再增加其他栏位的话，比如说你要把编号也加进来的话，那你可以什么，在这个前面哈，假设编号也要出来的话，那就是再加一个多少，加一个零比较好，有没有？那再把它执行，这样就有三个栏位了。啊，不过呢，哈，它这边呢会出现，我看语法错误，语法我觉得少一个加号，串接了哈，有没有？这个少一个串接，所以它没办法串后面的东西，那么错误，它没有了。OK，好，这样就有编号就出现了。OK 啊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就是将来的话呢，可能会经常遇到什么？哎，我要取的资料哈，可以透过 split 的方式。再做细部切割，切割完的东西放在第二个串列里面，然后再取到我要的东西。结果，OK，那请各位试一下，画面呢再还给各位哈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弹性的针对哦，哎，你来的这个外部的档案哦，那因为有的时候啦，人家给你的那个原始资料 raw data 哦，可能栏位数啊相当的多啊，有的时候可能是20栏、30栏，但你不需要那么多。因为你要做报表，你只需要取得其中的几个栏位就好了，哦，那怎么办？那当然你就是切割嘛，不要的就丢掉，那你就算哪些是你要的，你就把那个位置的编号记下来，然后再把它 print 出去，哎，就 OK 了。哦，这样的话呢，你之后的话呢，再配合其他的外，你就可以很快的把你要做的报表产生，然后甚至图，这个视觉化的图也把它产生。好啊，其实大概做法都类似像这样啊，其实跟那个 Excel 的里面的概念很多都是雷同的，只是说现在全部都不是用滑鼠键盘在处理，都是透过程式来处理哈。方法特别注意哦，以后这个 split 哦，有没有可以再串在后面？就 sweep 后面还可以啊，其实后面还可以再串啊。以后如果你有很多方法哦，那个自串的处理可以一直串下去没关系。哦，然后就把结果丢到这个变数里面，然后把它其中的第二个栏位跟第五个栏位的资料抓过来。那如果说最后呢，我希望可以把它存档起来，哎，我的需求是
我希望呢可以输出成一个档案，那 Excel 可以开没问题，不会有乱码，那怎么做？会不会很复杂啊？跟各位讲哦，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麻烦。首先的话呢，如果你要存档的话，只需要在底下这个地方啊，第六行的地方再写两行程式就可以存档，在 Python 里面存档非常简单。那写的方法哦，大概跟各位，第一个我先产生一个物件叫 FW 物件，这个变数名称自己取的，后面的话你就加一个 open， 哎，你会发现跟刚开档不是一样吗？但问题不一样的地方来了，我这个档名叫什么 ？report 好了，点 csv， 哎，csv 特别注意哦，可以给 Excel 开哦 ，Excel 直接可以开哦，然后后面特别注意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。 逗点，上面是 R 对不对？下面是我要存档，我要写，上面是读嘛，下面是写，写的话是输入什么 W 哦，有没有？上面是 read 嘛，下面是 write。那它的原理原则是这样，它会先开一个空白档，然后再把东西写出去。那写的话呢，你就后面写再写个 FW 物件，它有个方法，上面是 read 对不对？ 下面的话呢，因为要写叫什么 ，write 什么，对，然后呢 write 后面的话，你就给他你要让他 write 出去的一个东西，通常是什么？通常会是一个变数，自创的变数，可是目前还没有，我直接 h 放一个 s 啊，可是这个 s 目前没有啊，那怎么样把 s 把它产生？其实就是要把什么，把现在的这个什么 print 的东西哈。 把它怎么样？全部串在一起，因为我现在是跑一个 printer 就列印一个 printer 列印一个，哎，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哦，可以把这个 print 的东西哦，不要 print 出来，不一样同步，但是要把这个 print 的东西哦，把它串成一个自串哦。那特别注意有大概几个原理原则：一，请你在 for 回圈先产生一个变数，这个变数的话，预设值给它空自串。 哦，里面没东西，但是它就是一个自串，空自串哈。二的话呢，请你在回圈 print 里面的下一行好了，写一个叙述 s 这个变数等于什么 ？s 自己本身串接哦，串接就加号 s 等于 s 自己本身串接一个这个东西，就是 print 刮胡里面的东西。我把它复制到底下来，意思就是说哈，我现在。 这个字串本来是没东西，但是呢，当我第一次的时候呢，我就把自己本身串什么串那个栏位名称，然后把它存回去。所以特别是说，这个后面的叙述是把它存完之后放回去，存完之后放回去，所以你会发现它一直串串串串串，串到后面。但是可能有个地方要特别小心哦，因为 printer 本身哈会有一个换行，但是呢。 在这边的话，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有把它 strip 掉了，所以哦会少一个换行，那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你可以怎么后面可能要记得再补一个，加上什么，再加上一个换行，否则的话呢，它会变成全部都接在一起的。OK 哈，所以可能要补一个这个加上一个换行的哈，然后呢就把这些呢全部都串串串串串串完之后的话呢，那就是刚刚我们画面上看到那一些东西了，那。 如果当然你不确定的话了啊，你可以先不要把它先存回，先把它存，你可以怎么？这个也许 print 先把它关掉，Ctrl+斜线。那我可以怎么？当它最后呢已经串完之后，我把 s print 出来看看，执行看一下，这个是不是最？对，结果一样，有没有？因为它是串接完之后输出的结果啊，跟上面不一样是，上面是每跑一次 print 的一个。 每跑一次print的一个，这个不太一样。那所以，我有这个 s 之后的话，那我可以怎么做呢？把刚刚的这两行再打开，就是什么，把产生一个什么呢 ？fw 物件，把刚刚的这个 s 怎么样写到这个档案里面去？试一下哦。OK， 你会发现啊，这样就存档了，两行，这非常简单哦。其实，在 Python 里面要存档真的非常简单，就这样两行。OK。 而且跟读档蛮像的哈，执行一下。
好，这个时候的话，你会发现没有错误发生，那表示说呢，它已经帮我写出去了，而且写出去到哪里呢？写出去到我根目的地下。不过特别注意哦，它写出去之后啊，因为这个环境不会自动重新整理，所以你必须在 src 上面按右键。 把它按下 refresh 或按 F5 也可以了哈 ，refresh， 这个时候的话，你会发现我把它按右键哦 ，refresh 重新整理之后的话，那这个档案你可以看到，在这边就可以被看到了。哎，有没有？那再来的话，我们来试试看哦。如果说我把它点两下啊，它可以在 Excel 里面呢被看到的话，那表示呢，哎，有没有发现这个 report 点 CSV 就出现了？也就是说，这个档哦，你到时候也可以。 提供给其他的 user 有没有？比如我处理完了，做在 Python 里面做一些统计分析的结果，然后我可以把它存档，你看它存档就这么简单哦，啊就可以把这个档直接寄给对方或者给对方 ，OK， 那它打开应该没什么问题哦。这点的话呢，请各位再试试看好了。刚刚又补充了一个哦，如何把刚刚的这些东西再存档成一个 CSV。 最重要是这两行，另外还有一个，因为我需要一个 write s， 那 s 怎么产生呢？在 for 上面先产生一个空的字串，后面的话呢，就是怎么样，把 s 等于 s 自己本身，再串什么？串这个里面的东西。但是请记得，因为 print 本身会有换行，这边会少一个换行，所以你后面呢还需要把这个换行哦给串到后面。 不然将来没办法换嘛，会变成全部串在一起。OK， 好，那请各位呢试试看，好来，画面还给各位哈。所以刚刚其实啦，严格讲起来就是四个步骤：一，怎么样把档案读进来；二，怎么样只读取前10个会员；三，只读取手机姓名跟手机；四，如何把最后的结果把它存成。 一个 Excel 可以开启的 CSV 档，哇，这些步骤很重要，因为以后我们将来很多的做法，只是说把这个步骤里面的动作做得更复杂了，但是其实基本上的流程都差不多。OK， 尤其是存档哦，以这个存档我觉得还蛮方便的。以后如果你说老师我想要把 Python 做好的东西存成Excel 里面可以用的。 怎么做？很简单，就这样而已啊！哎，真的就是这样而已。OK， 存档真的只有两行，只要你有产生一个字串的一个变数串在一起，存档就 OK 了哦。而且你拿给人家也方便，而且啊，这种方法是完全不需要再安装任何的一些外挂。OK， 试一下哈、哦。